大家平安，我是安安县长。防疫期间大家辛苦了，我们各个原民文化健康站推出那么实用的影片，提醒大家出门要戴口罩、勤洗手、不群聚，在家唱歌、运动、看影片，防疫一起来，健康跟着来，防疫新生活，疫情快过去，我们一起加油。马里马里马萨鲁萨宝阿来，大家平安，我是潘孟安。不管天涯海角，烈日烈雨，屏东就是要让长辈打到疫苗，疫苗安心打在体内，屏东的贴心进入心内。谢谢美国真朋友的援助，谢谢日本，谢谢大家。像母亲给我
观众平安，非常感谢所有文化健康站的伙伴们全力协助我们拍摄这十集的防疫宣导影片。虽然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演员，但是我们都以最真诚的心在演出，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将新冠肺炎相关的资讯都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严重冲击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艰难中看到了世界上真的充满了爱，感谢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援助，更感谢美国、日本、立陶宛对台湾的协助。我们全台湾、全世界都要齐心齐力抗疫，要坚信这些苦难一定会过去，黎明终将会到来的。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世界加油，台湾加油，屏东加油。